我是谢成慧，我的新专辑啊，《音乐谱写的战争》就要上线了。在这专辑里呢，我跟您一块聊聊音乐和战争的故事。战争，人类在政治和外交中最终极的暴力手段，伴随着这杀戮、死亡、哀嚎。音乐，人类千万年来发现的最美好的记录生活的手段，伴随着旋律、韵律和乐色。这俩看似矛盾的事儿啊，其实是绑定的。原来啊，我听过一首军歌，德国的装甲兵的军歌，里头有这么一句，这么说的啊，坦克车是我的坟墓。我听完以后就琢磨，这什么军歌啊，那么丧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不算丧，更丧在后边呢。美国101空降师的军歌里头有这么一句歌词儿：那些伞绳缠住了他的脖子，释放器撕碎了伞顶，他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鲜血溅得老高。我听完这个才知道什么是真丧啊。后来啊，我发现其实音乐是反映一个民族对战争认知的最好方式。哪个国家军歌更丧，这个国家越不想打仗，人文关怀也越深刻。有人说了啊，听不懂音乐你别跟我说了。错了，不是听不懂音乐，是因为没跟我一块儿听。其实这音乐一点都不高深，它就是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，跟咱写个日记写个随笔一样。莫扎特曾经写过一首土耳其进行曲，其实那就是他脑子里突然有一种感觉顺手写下来的。而且呢，这土耳其进行曲啊，相当于咱们宋词的词牌，跟这个声声慢、满江红、菩萨蛮、庆元春一样，不少人都写过，像贝多芬就曾经写过，但是那个传唱度没有那么广。这个道理就跟咱们一说满江红就能想起来岳飞那首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但其实你说像苏轼啊、刘永啊、陆游都写过满江红。正是因为啊，这音乐是一种思想表达方式，所以呢，它是战争的另外一面镜子。透过这面镜子，咱们可以看到战争的全貌，了解战争，其实也能了解人类思想发展的过程。最早的时候，音乐那都是宗教音乐，描写的是各种神仙打架。那个时期，战争大多数是宗教战争，人们为了对神的信仰而战。慢慢的，音乐里头出现了王侯将相，人们也开始为这国家、为君主而战。随着这个人文主义的兴起，民族主义出现了，音乐也发生变化，人们开始为民族而战。最后，到了一战、二战时期，音乐跟几百年前都不一样了，战争也上升到为全人类而战的高度。可以说啊，当今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变化在音乐里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了解音乐对了解历史有很大帮助。行了，话不多说了，您啊赶紧订阅专辑，咱们一起开始战争音乐之旅。